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呢，来开始跟大家介绍我们净土宗的诸祖那么他其实这，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他不像这个历代其他宗派，他是师师相承的。他不必然是这样，甚至于根本没有这样。那可是呢，他是怎么成为祖师的呢？都是，无论在思想、行、修行，或者是对净土宗的这个弘化，他都有一定程度的成就。比如思想，建立净土宗的思想呢，其实是很，怎么样，很丰沛的。因为净土宗的思想呢，他。你要说依净土三经，这真的是最核心啊。可是呢，净土三经是就事项上的表达啊，比如说这个主要的核心是这个无量寿经，那么讲什么呢？讲这个净土极乐世界怎么来啊？那提到了48愿啊，那这当中呢，当然也有提那个24愿的，也有提36愿的。不过呢，我们如果选一部经说的最清楚的，那么也把这个什么呢，持戒念佛也提进来，也带进来的，那么这样算是堪称最完整的，那其实就是康僧楷本的无量寿经。当然还有在其他地方呢，都有类似无量寿经的内容，但名称都不太一样。所以前后呢，在汉地呢翻译13种。但是最到近代以来，那么其实也不是近代了，其实一到明朝还是什么时候，它就已经剩下5种译本流传下来。那这个5种译本流传下来，当然，比较遗憾就是说，其他的还有8种，那是内容是怎样？那很可能古德认为说啊，那差不多，就没有人用。没有人用呢，经过战乱就被烧掉了，不是说有谁会去灭掉它，不是，但是没有人用，没有人用这部经，就渐渐就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注意，它就也没有人印，也没有人抄。那古代要印经不容易的呀，不是像现在这么容易，那就这样子流失了，战乱啊怎么样，很可惜。那但是既然有13种译本呢、未来是不是在考古当中有机会再找到？这个可以再看看。还是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当大家可以再注意。这样就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所谓的五经汇集是绝对不能这样做的。而且他五经汇集还说这汇集可以取代这五种翻译。那你想想看，13种翻译都已经被废掉了。8种就是因为没有人用它，它就废了。你现在剩下这5种，应该就是古德呢，觉得重要，而且会有人运用它的，所以它才会留下这五部，都是叫，而且意义上都是属于无量寿经这样子。那你现在又把它什么用人的脑啊？你还是在家人，然后你把它汇集成为一本，然后说这叫做可参考？请问我叫什么参考？你看，你的爸爸写了5封信给你，然后我通通把它收到一边，然后我交给你的时候说：“我帮你爸爸那5封信哦，整理成1封信，你这样看比较容易，啊，你参考一下。”你要参考吗？你要参考吗？你觉得你确定他弄出来的是你爹写的意思吗？啊？随便想也知道嘛，怎么可以这样？他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那是人去集结的，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甚至有一些人说啊，其实他也可以当作参考啦，他不要叫做经就好了，不要叫做经就好。你既然叫参考，你就让5部摆在那里嘛，我就慢慢来参考。乃至于5部对照的分割、对照的列印，有啊，有人就做这个事啊。他每一句每一句，他就5部经呢，他把它对照起来，这就是参考，这就是最好的参考。
千万不要再经过人工加工。人工加工就是解释，哎，解释无没问题，你知道那是祖师的解释，乃至于哪位大德的解释，那没问题。但是你现在把它记名之为经，然后你又旁边又狗尾续貂的是说，哎，这叫做参考哦，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印光大师完全不同意这个事。他甚至于他还说到说，以前的那个王龙书啊，他是赞叹王龙书说，哎，这个人净土教理跟修行都不错。但是他坏就坏在搞了一个汇集本，他就说他这样。啊，这是在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都说到。我们并不是说啊，我们事情什么事情拿古德来做挡箭牌，或做或鸡毛当令箭，不是这样，而是说，印光大师说的就是对的。莲师大师也说，说不能做这个事。你看，特别都出家人，他就拒绝做这个事；在家人爱做这个事。很多在家人呢，就是埋在骨子里头，就在那里做那些哇，那考据啊什么的。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就是心里头觉得这样子可以彰显什么他的知识啊，或怎样。很多都是这个情况，不需要这样子。这是用心良苦，害人甚多。你要知道，不是说你用心良苦就能有得价值的，不是。很多事情是你凡夫的念头，你要知道翻译都很难。印光大师说，翻译都不是铁铸的，意思就是说都不是保证对。翻译都这么难了，那翻译本身都有可能错，你还把那个可能错的，你逗一逗说这叫做一部最好的经，你说是不是错上加错？所以说，千万不能做这个事，不能做这个事，那颠倒做。无论任何理由，我们都不用，才对。那但是呢，人家有人听着我这么讲，大陆也有，台湾也有，就有法师跟居士，他们就去把它用对照。哎，五部经呢，每一段就对照，甚至于呢，这个愿也去对照。啊，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你是保留原汁原味。你要知道啊。日本解《无量寿经》啊，解《康生铠本》啊，50几部。那华人社会呢，汉人社会呢，流传下来解《无量寿经》的5部《无量寿经》当中，也只有解《康生铠本》解了4部。换句话说，这个中日两国的古德啊。他们早年都是有互相沟通的，甚至日本人都来台湾，都来中国学的。他们注解了50多部，53部还多少部，没有一部例外，都解康生铠本。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康生铠本不好懂呢？你自己去看一下，康生铠本真的不好懂。这你不好懂的，如果说这个叫不好懂，我告诉你，很多经典更难懂了啦。你比如说《楞严经》就很难懂了。啊，楞伽经也不是那么容易懂，康生铠本其实很平常、很朴素的，而且康生铠有好几个重点，他特别的保留了持戒念佛，叫做五痛五烧的那个概念，那个概念很重要，这就是后来古德提倡的所谓持戒念佛啊，就是这个原型啊，不能把那个给舍掉。他说啊，讲净土法门呢、啊，这五痛五烧不关重要。你看，这就是用自己的想法。个人讲解的时候，把重点放哪里，我觉得 OK。可是经典，你不能随便批他说，哎，这个不重要。那可是佛经口说的呀。那你说，那为什么会翻译成这么多不一样？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的重心不同，他专注的不同，记忆下来的内容就不同。这第一种。第二种，众生根基不同，世尊说法就会让你听到不同的。你要知道，会修行的人，师父在骂你的时候，你是如饮甘露；不会修行的人，师父在那里，你是什么呢？你是芒刺在背啊，痛恨不愉快，根基不同啊。声音是没有自信，那看你法也是没有自信的。你看那外道他还会批评佛教啊佛法呀、啊、我们跟他讲说念佛往生，他说你叫做没胆量，他说你这个叫做啊、这个
这个人生太黑暗。啊，我们只是治病而已，治一个死病而已啊。哎，他说你这人生太负面，不够阳光。他说你都在寺院里头，做志工或者是供养，或者甚至于出家。他说你头壳坏掉，人生这么好美好，为什么你不享受？他这样想。所以说一件事情的法义存在在那里，你颠倒见的就是颠倒见。所以要笃定，我告诉各位要笃定。我们就随顺佛的法本，法本就是他说下来被翻译下来的。你要知道古德不像今人这样子啊，任意的把自己的意思放进佛经里，他不敢这样做的。所以他宁可重新再翻译一部经。要做集结，他干嘛翻译十三部啊？十三种，那个无量寿经啊？为什么要这样？他明明都一样了，那把它集结起来好了。他不，他还是要乖乖的去翻译。当然有人会认为啊，他翻译的不完整，或者哎，我的内容跟他有点不一样，他就会重新翻译。翻译的时候是后人会参考前人的翻译。像玄奘大师也是啊，他玄奘大师也是参考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内容，但他的性格跟他所拿到的文本稍有不同，所以他就再翻译一次。关于弥陀经也是啊，我们现在送的弥陀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实还有那个什么呢，玄奘大师翻译的，有稍有不同。你对照的彼此看的话，你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啊，所以。这个状况呢，要清楚。也就是说，跟随祖师之教法，在特别是在净土宗当中，它是很丰沛的。但无论怎么丰沛法，你可以看到这些祖师没有一位祖师是依慧基本修行的，没有一位。到十三祖来，没有。注意啊。汉地没有十四祖哦，到十三祖 ending， 十四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大概很难了。以现在人类的那种谁也不服谁，或者说什么行为怎么样，我看还不容易。但没关系啦，我们也乐见未来众生大概怎么看。那曾经当然有人试图要把他师父推成十四祖，这是在大陆了啊，然后被大陆呢。大陆的其他法师啦、居士啦，妈的，这不知道什么样子了，然后就再也没人敢提了，甚至于告到什么了，告官告到政府那里去。你看，大陆是政府管一切嘛，他连这个事情都告到政府去，那政府听，他也不太懂啊，但听，好像对哦，然后就转身就说，不可以。老百姓都吓到了，啊，不要不要不要，所以这也有点好处了，这样也蛮好的，就没有了。这在差不多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正在弄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出家人，包括我在内，我们瞪大眼睛看，啊，有这个事哦，哇，会成功吗？就看市场反应，你懂吗？也只能这样啦，因为我说过，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后代推的。光我们现在所看到十三祖，其实名单不同。我们现在看到十三祖是印光大师的名单，还有其他大师的名单。比如说，有人就认为说昙鸾应该放进去，好，道卓应该放进去，道卓大师、昙鸾大师应该放进去。怎么没有呢？比如说这样，那他各有意见的哈。那好，没关系，这部分我记得我上一次有提过，我们就暂时不表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慧远大师呢被推为初祖，他到底是什么情况被推为初祖的？其实印光大师没说，不过后人呢有去稍微去把他比附一下，能够做初祖的真的难了，啊，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情况大概是这样，我是觉得这个我也不太愿意人云亦云。不过有人提出一些理由，这些理由
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参考，没带什么坏处，就算它不对也没什么坏处，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什么理由呢？初祖是什么叫初？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有，叫初，对吧？二三四那就另当别论。所以继承叫做初，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开创的。哦，那这意义就大了。啊，初祖这个初字是很不一样的。你看日本曾经在五六年前研究 AI 人工智慧，他就搞了一个小妹妹叫什么初音，也叫初。后来居然有个日本男人男宅男说要宣布要跟这位妹妹结婚，还去法院公证，搞了全世界都闹成新闻。最近初音呢被 ending 了，日本的那个公司说我们不干了，初音到此结束。结果那个男的人家就居然有那新闻记者去访问他说，哎，你的老婆挂了那你感觉怎样？他说我失恋了，我好痛苦。哇塞，还真的耶。你看众生可以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说他颠倒，因为其实我们跟他差不多。我们每一个男生所爱的那个女生都是他的初音你要了解都是这样，都是 AI 人工智慧，是你的投影，你懂吗？你的投影，你的八四对他的投影。你看他盖文呢，黑不得个看啥是你阿妈，专门教过你的啊，是不是安尼啊？你今嘛考了盖孙，然后你看啥伊拉阿妈，我专门没教过你耶，专门来照顾你的。现在变成什么呢？23岁、28岁少女，她就是天生要来照顾你，两人一拍即合，孙子娶祖母，就是这样啊。属龙公家，讲这种事情。特别扫兴，不是扫兴，佛法太真实，你懂吗？真实到让人承受不了那些什么想象出来的美感啊，没办法啊，没关系的，心脏强大一点，你就可以懂了，慢慢你就懂了。OK， 人生事情看多了，你就不觉得这叫做扫兴，因为比这更扫兴的还太多了，懂吗？所以世尊讲出来的话是真话，就不扫兴。要记得，如果你到了50岁，你还不太听懂这种话，那你就再加强，还在加强，不能说你白活了，再加强一下。我们谁也不能笑谁，在娑婆世界谁都不能笑谁，啊，谁都不能够拿无事牌。我们出家也不能笑在家人，也不会。但是说我建议你要再努力，因为这个话要听懂，不然世尊的话很多太深奥。就是人间的事你就信不住，听着听着就当耳边风。好，那么呢，初祖是什么状态？他是初祖呢，是这样子的。过去最早的时候啊，其实有来到中国的梵僧，或者中东一带，或者是中亚一带。中亚跟中东不一样，中东在印度，往印度的地图看的话，是在它的左边，就是再往欧洲，就叫中东。是指的什么呢？早年西方人不太清楚东方是在哪里，所以就把它称名为那个什么呢？这个中东啊，其实那个不是东方啊，东方还越来越好多，因为在欧洲来看，他说啊，那个已经是东方了。其实那个才在哪？那在伊朗，都连印度都还没过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望的那边东方来看，那叫中间的东方，好，是这样。那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根本是西方，对不对？好，所以那个印度为中心，它的西边就是现在讲的一般意义下的中东，好，以及它的东边，我们现在讲。是新疆啦，这个一带，那个当年呢叫做西域。你看我们把人讲西，你看西域西边西黑，那布袋戏啊，黄俊雄的布袋戏，西黑的腰刀啊，就是这样，西域的腰道啊，西域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现在的那个陕西山海关之外就已经是西域了，山海关之内啊，之内是汉人安全生活的地方，那里就是化外之邦，哦，那个骑马来抢东西，呜噜噜噜抢一抢，很厉害的哦，没有什么安全感，那就是西域了，啊，那样，所以在明朝为背景的布袋戏，还一直这样看待说，那是什么呢？妖道出现的地方，为什么叫妖道？因为修炼禅法，哦，有武功，所以是道。但这个道呢，心术不正，谓之为妖，所以啊，又有修他们的道法，所以叫妖道、妖德。好，那么这个呢，其实是重要的中国佛教的母体，中东跟西域。为什么？因为从印度一出去，往东往西，他们各自在发展，特别是又发展，不是发展了，就特别又酝酿了大乘法。因为印度人呢，啊，基本上比较注重的，他世尊出世3000年前就已经有修自己的智吠陀法了，好可怕！世尊出世的3000年前，如果以今天来看，以今天的国际公认的世尊出生年月年日来看的话。那么他的3000年前印度都已经有修道的智吠陀法门了，你想想看3000年，所以他的底蕴很深。换句话说，印度的世尊出世之后，他要反，不要讲反好不好听，这样不好听了，就是他要修正那已经3000年的，比如说种姓制度，比如说那个自我修行解脱而没有菩萨道概念的这样子的印度主流思想，已经3000年了。你看他力量要多大，他的智慧、他的神通、他所面对的外道的挑战，那有多大？绝对大过在华人社会的祖师。但是他一个人哦，他一个人哦，还没成佛哦，他就能够自己悟入这种道理。所以那是旷世的圣者。人类地球这一期的地球上不会再有第二人，要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再现才会有。那个时候的西域跟中东一带有大德来到所谓的山海关之内，也就是来到了这个现在的山西、陕西这一带、长安这一带，所以那是当年的纽约。你要知道，当年的长安呢，就是当今的纽约那样，是十方荟萃的文化之都。那个时候就记载着他们有念佛。那这个早在慧远大师一两百年前了，好些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大德念佛的。那为什么慧远大师会叫初祖呢？还有昙鸾大师，有这个很多一位汉人的大师也念佛也主张啊，那为什么他叫初祖？所以他的初祖地位是很特别，至少在印光大师的眼中，或者部分的古德看法跟印光大师可能很像的。好，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慧远大师是第一位以学问深知之做各种般若的研究，他是研究般若的，而主张念佛。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教理做基础的，他是一个以学问深，能够影响中高阶层，能够影响当年的什么呢？当年，中国，他是晋，东晋嘛，哈。中国呢，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的精英，上至帝王，他都能影响，使得所有的知识分子呢，都因为敬仰他，跟着念佛。这第一，第二，他跟着念佛不是远远的跟，居然直接跟他结社。我们今天讲连社，就同他来，跟他结社。还结103还108位，
当年都叫做精英。这个法鼓山当年有办那个什么社会精英禅期，有没有？有没有？啊，当然也有人会讲话了，说佛教是平等的，干嘛精英？其实应该，其实这样讲，那个时代还刚解严呐，所以说可能大家还在会用那种比较不会那么小心的用词了。后来你看他就不再用这个词了，啊，不再用这个词。哦啊，你们是精英哦，啊，我们是什么？是精灵鬼怪还是什么的？哦，那糟糕了，这样子佛法也会给人家讲话，所以他后来就没有。但是其实他那个做法也引了很多好人呐，啊，哦，所以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啊，我只是说那时代不同，用词不同。可是呢，确实的，以现在来看，慧远大师他真的是引了太多精英学佛，太多了。当到了庐山结社的时候呢，那几乎是南方跟北方的那个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家啦，什么通通来跟他一起结社念佛。那个结社念佛是那个不叫佛七呢，佛七七天熬完了就下山去了，一样是喝下午茶，一样去哪里怎么样怎么样玩伪出国，一样去玩伪出国的玩意儿。现在呢，本来是松山在伪出国，现在连中正机场也在伪出，现在叫桃园机场，不叫中正，桃园国际机场也在伪出国，而且还交费用1000元，居然还报名报到报到报，你看台湾人真的很疯狂哎，连这样也好哎，哎过瘾，对，玩过瘾，过干瘾，对，这样缴1000元。爽就好，是这样。欸，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说，欸，台湾人怎么这么厉害啊？居然有人知道台湾人吃这一套，可以来个搞，想象出一个伪出国，他真的想得出来，还真的一大堆人买账，这太厉害了。我真要找这种人来帮忙做佛教弘扬，他懂得台湾人吃哪一套，你知道吧？实在厉害。那么我们可以来办一个伪出家，你看怎么样？不，这样不是也很好吗？受八关斋戒就是伪出家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也叫他缴费用1000元，我们的伪来伪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嗯，也可以这样玩一下子。有没有要报名的？现场那个在直播的那些人，看直播的加一好不好？好 ，OK， 啊，那么他是这样，可见在这之前呢，知识分子不太在意净土法门，但他不一样，他身体力行，他自己又研究戒律，研究般若，更恐怖的是，他直接写信问当时的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当时是国际大师啊，鸠摩罗什很尊敬他，很尊重他，有问必答。哇，这样就形成了怎么样？我们说外国月亮圆嘛，对不对？那他又能够结交这个外国来的大师，那你可想而知啊。鸠摩罗什大师何等人物啊！他可是瑶琴时代的君王，可把他请在皇那个逍遥园里头翻译的，是国家国王啊，那不叫皇帝，国王的上宾。鸠摩罗什人家是为他出兵打仗，要抢鸠摩罗什来到鸠兹国的呀，那这是地位、身份、身价有多高啊？身价很高，那国际巨星状态。结果我们的慧远大师呢，以学问深，有办法跟他佛法问答，但主要是他在问呢，哎，是不是形成社会上面的什么呢？社会上面的那种敬仰。对不对？就是时势造英雄也需要了，然后他自己也有那个能力，所以第一，以学问深导引净土法门的道理；第二，能够结交这个当时的鸠摩罗什大师这样子的道友，然后问法，能够形成社会上面的美谈，造成社会上的关注；再来，他自己身体力行，怎么样？不出虎膝，就是
在庐山这个东林寺稍外面一点有一条溪，不大，叫做虎溪。他说我不出足不履虎溪之过，过不过虎溪。也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魏晋南北朝，魏跟晋嘛，好，那东晋南北朝时代，魏晋南北朝征战很严重。那他因为他有社会影响力，无论在朝在野，今天讲就是蓝或绿，大家都想拉拢他，会可以形成社会的影响力。他为了避免扯入这些事情，他就不下山。但是呢，他是批评时事的哦，他对当年的当时当朝的时事是吗？他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对宗教有关的事情，他是有意见的。啊，可是呢，因为他身份讲话正直，而且他修行，然后他又集结了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居然能够上庐山去共住、去结社。他那个结社状态不是打佛七，我刚讲跳开来了，他不是打佛七，他就在那里念佛，常年念佛。当然了，你也可能七天就下来，可能一天就下来了，但是目标是常年，也就是包吃包住包用功，三包。我们万佛寺也希望能这样弄啊，但是土地什么的，哎，台湾这个宗教土地不容易取得啊，地窄人稠啊，这样当然也不能怪了哈。那就是要有地，但是一定要合法，正在申请。那么像这样子呢，就是哎，他住吃都有一定的水准，然后就有结社，叫结成连社，所以这样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这个在社会上面呢，居然引动了知识分子直接就投入跟他一样修行。哦，那这个是古来没有的。那从今而后就形成了什么？把整个净土法门往上提高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不要小看这些知识分子啊，你要度得了他呀，他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这个没话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哦，我们就历史的眼光来看，就在他之前，净土法门没有被这样子讨论、在意、尊重过。在他之后，哎，净土法门成为一个高阶的法门，同时他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愿意学习跟实践的法门。再来，他也展现出真正实践的样貌，比如说结社。比如说做观想，他是观想念佛的，他不是持名念佛。那观想总是给知识分子感觉比较高一点，你懂吗？光持名，嘴巴持名哦，给人感觉就是说，啊，老太婆也会，你我这边观想呢、啊、怎么样？他就觉得怎么样高尚些，这是难免的了、哦。啊，所以刚好他又用这个法门，那容易吸引人，啊、哦，这样，所以就。历史上大概是用这个角度，哦，大概是用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初祖，他就特别了。所以他初祖永远只有一个，他到底开创了什么，会让整个这个法门一大兴，这个是难的，难以占据这个位置的。那慧远大师，能够作为初祖，应该就是我说的这样，哦，之后。怎么做得太好都没办法逾越他开创的意义，懂意思吗？所以开创者真的是难些，因为没有人那么相信，没有知识分子那么相信他有办法第一次引动。那后人再让知识分子来相信，都已经在他的庇荫之下了，所以他叫初祖，理应是这样。再来就是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很特别 的佛教史当中很重要的，他著作了一部《沙门不净王者论》。任何人在讲到慧远大师，一方面会想到他是学问生，但很少知道他到底学问哪些，就是顶多就是知道他就研究般若这样子，或者是说跟鸠摩罗什大师有些问答，就这样。但是在讲到著作，一定会先想到他的《沙门不净王者论》，因为太难了。你要知道，古来
华人社会我一再说它是一个儒家社会，不是孔子这个儒家，我说过是被董仲舒再造过的，为针对帝王量身定做的儒家。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夹杂了一些阴阳家法家的概念，后代呢固然不全然都这样，可是汉武帝当时能够这样子拔地而起，他在他的父亲母亲祖父的这个三朝之下，以17岁登基的年轻人，然后呢第一次大统大，不能讲第一次，就是周氏灭掉之后，经过七国割据战国这样，然后经过一个秦朝之后，他可以说是一个秦朝做基础，好，并吞六国，重新统一，是以一个武力统一，而不是以一个长期的道统方式做统一的情况。然后呢，作为一个不稳定帝国的统一的第三代继承者的汉武帝，他怎么从他祖父所定下来的？以道家作为政治哲学，以让人民养习作为国家的主要政策之后，一直延续到他母亲，总共三代，他母亲代理他，祖父父亲传给他，他那时候太小，所以母亲代理他，周边有很多老臣是他祖父甚至父亲甚至祖父时代的老臣，他17岁终于登基了，他没有进行所谓的清算，把那些老臣废掉，没有。但是他又要自己表现新的作为，他如果不表现的话呢，汉朝在他手上会没办法发展，没办法发展就会怎样？就会招来动荡。这个时候出现了类似董仲舒这一群人，他是代表而已，帮他建立的思想。帮他建立思想，那是西元前多少年啊？400年，对啊。东汉末年是西元元年前后嘛，所以差不多是西元前400年。你要知道呢，欧洲一直搞到了西元14、15世纪，他还一堆野人呢。你要知道，德国当年还是一群野人呢，而早在2000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完整的政治指导哲学，还有一套方法，一套规矩。哦，那实在太厉害了，真的是。我常说，我们说我们佛教徒不可以做文化沙文主义，就是说我的文化最棒，当然不可以。可是呢，文化厉害，优劣，或者是说曾经那么辉煌过，那还是要知道的。那实在太厉害，我研究全世界历史，哦，那真的是厉害。所以说，其实中国人就是政治的动物，很恐怖。玩起来，你看那个三国玩起来，那个手法之细腻，很厉害。那这位汉武帝，他一路发展下来，这儒家取士，所以儒家的概念是。国家管一切，那个儒家不是指孔子的儒家，不全然是这样的，我说过，所以好坏都不要去怪孔老夫子了，是这样，那他是为了针对大一统的那种君主专制在那个时代是很需要的，因为他的国家统治力弱，很容易就分崩离析，大家称王啊，打来打去啊，所以没办法，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从思想下手，结果一直以来就形成了国家管一切。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400-500年了，整个汉朝用了400年之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又用了100年，到了慧远大师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已经很坚固了。换句话说，帝王管一切，率土之滨皆是我土，率土之民皆是我民，
一切人民都要称王于我。你和尚，你是哪根葱？你居然不敬沙门，哎呀，是不敬帝王者，你有够好大力啊！啊，食恁爸的水，脚踏恁爸的土，啊，头顶恁爸的天，啊，你搞阿母即出嘞，搞阿俩出一台，帝王就是这种想法，你懂意思吗？他不能够有个缺口啊，是不是？他敢。他写这个文章，我告诉你，写完就被消失才对，你懂吗？或者被自杀，他应该要这样才对。为什么？太过分了，帝王看了一定会火冒三丈，可是不敢动他。什么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他正义凛然，说理清晰；第二，他是网红，人气太红了，你懂吗？整个知识分子都支持他，所以我说啊，要讲什么话得垫垫你的重量。要不是慧远大师，是没人写这种文章。或许不是慧远大师才能写，很多人都能写，但是真能敢写，写完之后不但不会死，还被尊重，最后成为解救了所有宗教家。特别是出家人，见皇帝不用顶礼，站着不用顶礼哦。你知道进上朝见皇帝是多恐怖的事？几百人拿着那个刀枪在旁边喊：“喂呜！”啊，那位也卡画个定啊，给你。啊，皇帝一天看你不爽，马上就叫你怎么样，拖出去斩，不用经过审判。什么都是他的，你敢写这个？哎呀，你敢听就当。所以，造天造地，从今而后，中国的祖师、中国的出家人去觐见皇帝不顶礼，他盯下来的。哎呀，作为一个中国的出家人，要是忘记这件事，真的是阿弥陀佛了。你实在是无肝无心哦，没晒，这太重要了。这就是升格，升格，懂吗？升格，有了升格，老百姓才会尊重啊。哇，因这顶人这厉害，见皇帝免拜免跪，嘿，皇帝嘛高，啊因嘛高。皇帝尊重出家人，啊，出家一定就赞的。老百姓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嘛？这就是移风易俗。他这个文章写下来，可不是对付一个王皇室而已，是对付了所有历代诸王。历代诸王今后都这么说：“嗯，阿党较早都免拜啊，咱嘛免叫人拜，有面子可下，有楼梯可下。”你懂吗？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敢要出家人拜。后来连道家也得利益，道家的人也得利益，也当作是出家人的意思就是了，所以都不理，不敬帝王，不敬，你想想看，不敬呢？啊，有一句高呼大力，提着人头写这个文章，要去读他啦。所以他说理非常非常的有升格。我讲哦，今麦出家人拢爱去读这，读这文理，你才会知影讲出家人的尊贵是啥，尊贵在哪里？他敢跟帝王的权力跟生杀大权对抗，提着人头讲话，皇帝尊敬他，相信他，也接受他，以一人之力。抗衡过去无量无边的帝王，也成就未来无量无边帝王的嘴，把他给封住。他讲不出说要求出家人顶礼。那当然，后来连道家啦什么都得利益啦，包括什么你知道，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他也不跪，也是被要求。后来好像也是引这个还是怎样，后来不戳怎么戳伤的。所以说，一切宗教徒都得利益。
好、哦、啊，然后再来呢，它有三报论啊、大乘义章法性论啊等等，还有与报鸠摩罗什法师记啊，罗什法师记啦、啊，还有他还写《妙法莲华经序》啊，还有《念佛三昧师集序》等等，这就是他，他不是聚集了很多知识分子吗？啊，他们念佛有得念佛三昧的。集结起来写文章，你看那些都是 文学家嘛，写文章然后成为一本书，他作序，这样，所以这影响多大？所以他成为一个初祖哈，应该不只是念佛这样而已，还被带上了很多风采跟他的功绩，这样啊。好，那么我们下一堂课来看看他怎么开始出家学佛的，我们来看看啊。好，那我们现在回向。